嘉义县长王章良12号由6个乡长陈参加，陪同前往汕头国小接种站，关心65岁到70岁长辈疫苗接种的情形。县长张良再次呼吁符合后一波接种资格乡亲尽速就房登记。民众若无清楚登记的流程，县政府也协调乡镇市公所、卫生所和警事务所成立办公室，协助民众做登记。大家互相帮忙，让疫苗施打更快速、更顺利。县长王章良表示，无论是 AZ、莫德纳，也是辉瑞，拢是国际认证的疫苗。伊家己就是打 AZ， 若是身体状况良好，经医生评估无问题，希望大家拢踊跃出来接种疫苗。打入去身体拢是好疫苗，会用降低重症也是死亡的风险，也降低感染的机会，保护家己，保护别人。截至十一日为止，该县分配是88176剂疫苗，已经施打78%，其中65岁以上长辈施打率40.9%。全国人口覆盖接种率13.8%。这波的大型接种站呐、因为疫苗来数量较侪，所以每个乡镇大概我们都开设，而且透过过去的经验嘛，我想打的顺序包括打的这样的一个流畅度应该拢真好。而且工作人员的服务我想也越来越顺手。那这边感谢乡镇公所那六家公所。那包括所有的在卫生所、卫生局，那包括县政府所有其他的单位都有投入哈，所以这场仗基本上是县政府全力总动员。那我们希望赶快把65岁能够打完。那未来50岁到64岁拜托大家爱上网去登记哈，全国拢爱登记无登记都无疫苗人住哈，所以拜托大家拢爱登记哈。啊，起码咱的公所、卫生所、环境署不所包括咱的药局都会协助大家做登记，那别让登记的人所以大家赶快想要打的人都要去登记哈。县长王章良表示，随着疫苗数量的增加，各乡镇市将开设规模不定的接种站。如果全县一天最高能量会用打10万剂，针对的一波第690类的对象，50岁以上的成人。以及18到64岁患有高风险疾病、罕见疾病，也是重大急症的患者。县长张良提醒，爱打疫苗，12日下晡5点进行，较紧就全国 COVID-19 疫苗预约系统办理登记。该县目前已经登记的乡亲有28000多人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该县采访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县长王章良。你想要打疫苗吗？如果你想要打疫苗，这支影片你一定要看好刷。为什么开始，你就可以去登记了哦。为意愿登记，然后资格核定，到第二波你会去收到简讯通知。第三波你就可以去上网预约接种，第四波你就可以接种相关的疫苗。那线上登记真简单。拿出你的手机还是你的电脑，上1922网站，还有健保快易通两种方式，将你的基本资料填好，然后上网处理1922系统，就会简讯给你通知，符合资格的乡亲，就可以线上去预约，到1922网站或者是健保快易通，可以做相关的登记。那在实体预约的部分那你上刷健保卡。到超商、药局、卫生所来做预约，选择施打的地点，还是时段。讲了足侪登记的方法，一波是50岁以上，甲18至64岁，患有高风险疾病、罕见疾病，或者是重大疾病的朋友，千万唔当忘记一日哦。想要注射，就爱上网去登记。如果听遮侪，还阁是袂用去登记，县政府嘛协调。咱的乡镇市公所、卫生所、户政事务所、甲村里办公室来帮忙，咱所有乡亲士大协助大家来登记。如果你想要注疫苗，一定要学会登记。只有学会登记，才有机会打疫苗。大家要赶紧去登记哦！